天下午，久违的杨幂终于公开亮相某活动，纱质露肩蛋糕裙明显看得出消瘦了不少。然而比起大幂幂的香肩玉腿，空气刘海却成功抢到了 C 位，分分钟登上热搜榜第一。然而除了大批被美幂迷晕的粉丝，也有不少网友对发际线的梗意犹未尽，调侃着光秃秃的额头哪来的勇气留这样的刘海，看了未修照真的有点土，城里二丫回村即视感。行了行了，有这发酸话的功夫，不如去厕所关心一下哭晕的汪峰。那个，这个，出去溜达一圈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，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着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